Hello， 大家好，我是 Penny。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书桌啦。终于把这部影片呢，就是生产出来了，然后终于可以上传 YouTube 上面了。我未来呢，就是我会拍我的房间的影片，但是没有那么快，因为我的房间真的很大，然后我整理的时间呢也会花比较久。像我刚刚就是整理我的书桌呢，就花了4-5个小时吧，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真的是一个很爱堆东西的人。是我的缺点，好，我应该要改过。大家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我的书桌有什么吧。现在呢，来到了我的工作区，没错，就是我有两张桌子。那一张呢，就是在最右边的这一张呢，是我的电脑桌，很明显的就是有电脑，然后还有我的印表机。左边这一张的木头色的那个桌子呢，是我的工作桌，就是我平常就是会写功课，在这里写功课，或者是我平常做手账会在这边办公这样子。白色书桌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一张椅子，然后旁边的这边呢有三格柜。就是三格柜可以放东西的柜子。首先呢，就是我的电脑，没错，好，这是我的笔电。然后笔电后面呢，我放了，就是目前我还没办法，不知道放哪边的干燥花瓶，有干燥花瓶，还有我在大创买的干燥花。旁边呢，这边呢就是放我的印表机，对，好。然后这个印表机上面呢有一个这个电池盒，那这个电池盒是我就是墙壁上的这个灯的那个电池箱这样子。在左边这边呢，我放了三个格子，就是三个东西。第一个是我的笔筒，对，这笔筒呢都是我平常做手账会用到的一些彩色笔啊什么的。然后我的水壶，这两个盒子呢是我拿来放我的便条纸、便条本什么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XO 的音响，对，然后还有这个是可以补光的广角镜，没错，好。最旁边这边呢，也是放了一些在就是在大创买的一些便条纸啊什么的，我就是把它收纳在这边，没错。然后后面呢有一个月历，不过它已经过期了，就是它只有记录到2016年跟2017年的，但过了，所以我还是一样把它放在这边，我觉得非常帅，我以前超帅，赞。好，然后我还放了一个这个。就是相框在这个桌子上面。再来看，就是我的白色书桌底下这个地方呢，这个空间呢可以收纳一些小东西，对，就是我的筷子啊什么的，然后我的铁盒、铅笔盒，然后呢还有我在大创买的两个小柜子，对，然后里面呢就是放一些小杂物，就是有那个订书机啊，然后还有我的那个计时器啊什么的，还有卷线器，对，然后上面有两个。就是双面胶，然后呢，里面呢这边第二个柜子呢，我放了一些小夹子，把它收纳在这边。是这三个柜子，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因为这个柜子呢，我因为它的那个深度呢是非常浅的，所以呢，我第一个柜子就是来收藏我的纸胶带，我真的超爱的。好，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就是我之后会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纸胶带收藏。然后这个袋子里面是我平常就是带去学校纸胶带，对，我也会跟大家做分享。旁边这边呢，我是就是买了一个盒子，然后放了就是中式立可袋，还蛮好收纳，就是把它放在最角落这边。好，再来，哦，它有点卡住。第二个柜子呢，我是放一些我的贴纸什么的，对，然后这个铁盒呢是在大创买的，然后里面呢就是收纳我的一些贴纸分类贴纸，对，然后它总共有两层，就是除了一层在这边之外，它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可以收纳，但是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可能没有贴纸没有装满还怎样，就是它会跑来跑去，就是你可能要定期的去做整理，不然的话会乱掉。下面呢这个黑色铁盒呢，我也是在大创买的。这个呢铁盒呢，我也是收纳一些贴纸，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些贴纸它已经没有包装了，所以我就会把它就是收纳在这边，比较不会那么乱，因为它的空间还蛮大的，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盒子。然后这边有一个我的就是小扫帚这样，对，小扫帚上面还有我的头发，对，小扫帚就是我平常就是如果写功课啊，或者是
做手账的时候用到橡皮擦或者是一些纸屑啊什么的，就是要需要用到小扫帚，然后从我的书桌上面然后扫到垃圾桶去这样。但是我之前就是买的一个贴纸盒，也是类 XO 的贴纸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贴纸包，因为那个格子比较小，所以你可能就是要找到比较适合的那个贴纸包去分类，比较乱也比较乱。然后就是有我的贴纸包，然后 XO 的贴纸，对，然后还有这个是护背膜，然后这是就是会带去学校，如果要做手账的话，就是我会带去学校的贴纸包这样。这个呢是我在大创买的设纸，然后我觉得它还蛮好装饰的，就是装饰手账啊那些的都还不错用。所以如果你在大创呢有看到的话呢，我觉得你也可以买一下。好，然后这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好像是我有一次我朋友给我的吧，就是可以拿来装饰家里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在装饰。好，然后呢还有大创买的便条纸，然后最下面这边呢有两个贴纸，是我最近在大创发现然后非常喜欢的贴纸，一个是那个柴犬，然后跟黑柴犬的那个贴纸，我真的觉得这个超可爱的。对，但是我还是不小心用了两个，就是能把它贴在自己的手账上面当一个还不错的装饰，我觉得非常值得。然后还有另外一款是红鹤的，我也非常喜欢，但红鹤我就没有使用了，对，我会再找时机用的，哈哈。好，再来呢，下面呢还有一些贴纸是属于比较复古的，然后这些贴纸就是目前来说我的手账还没有走向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是先暂时呢先把它收纳在这边。对，就是我的手账都是走比较那种可爱贴图啊那种，不像那种复古的，所以我还在就是学习当中。对，好，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放比较杂物的地方啦。对，那这边呢就是我的收纳的铅笔盒，然后还有我的那个玻璃杯这样子。然后这两盒呢，这一盒跟底下这一盒呢是我之前收集名片的盒子。对，然后因为我名片真的非常非常多，在大创呢买了一个大的鞋盒，就是这个盒子其实是来装鞋子的啦，然后我们把它拿来就是收纳我的名片。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那个餐盘，就是如果有时候我在房间呢吃我的晚餐的时候呢，我就是会用到这个餐盘，就是比较不会沾到我的书桌这样子。好，再来呢就是我的笔筒，写手账的时候不一定全部的笔都会用到，所以呢我现在目前就是把我的笔先收纳在这边，需要的话呢就是我会从里面去挑我想要的笔，然后拿出来使用，然后用完之后呢再收回去这样子。然后旁边就是我收纳的纸袋什么的。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最左边的这个木头色的桌子哦。这个木头色的桌子呢，我就是桌，就是很像电脑的桌子。其实它其实有两个交换，但是因为我想说就是这个活动比较方便，对，然后这也比较好做，所以我就是平常写功课的时候呢，就是会用这张椅子来写功课。然后呢，这个呢毛毯呢是我在 IKEA 买的，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舒服，有时候冬天比较冷啊，我就会拿来盖我的身体，盖住我的脚这样子。好，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书桌上。好，我书桌上面呢其实摆放的东西非常非常少。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买了一个台灯，那这个台灯呢是我在 IKEA 买的，然后它真的非常漂亮，我真的超爱这个台灯的，因为它就是很工业超级文青的。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它超美的。好，是这边有一个插座，就是平常呢就是如果要充电手机的话呢，我都在这边充电。书桌上面呢，这边呢还有一个书架，就是有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呢可能会用到书架，我就会摆在桌子上。刚刚有介绍的相框，然后我的铅笔盒跟我的耳机会放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呢垫子呢是其他是切割垫，我是在大创买那个贴纸，就是大理石的壁贴，然后我会贴就是贴在这个切割垫上面，让有时候背景来拍照还什么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呢这个垫子呢是我在大创买的一个垫子，然后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觉得要在这个桌子上垫一些东西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这个是玻璃的。再来呢，这个玻璃下面呢，我就是放了一张照片，就是 Enjoy Studying， 就是督促我呢要来念书。但是我觉得我应该都是在看帅哥，泰恒跟那个南俊在这边。我的书桌呢有抽一个，就是有三个抽屉，就是1、2、3，有三个抽屉。那第一个大抽屉呢，就是放了我一些平常会使用到的东西。这个盒子呢，这个透明，这个盒子呢，我都是在大创买的，因为大创盒子真的很便宜。然后我就放了一些我平常会用到的保养品啊什么的。本身没有在化妆，所以其实就是主要就只有擦口红而已啦，然后跟就是防晒啊，然后护手霜而已什么的，然后还有我隐形眼镜的药水。然后这个盒子是有盖子的盒子，然后呢，这个盒子我是放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发饰啊，然后我的就是这个是洗脸的那个，就是发带，洗脸发带，对，有时候洗脸会用这个发带，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的颈链啊、项链啊什么的，我都会放在这个盒子里面，没错。右边呢，这边呢是放一些笔，就是笔的盒子。就是，然后还会把剪刀，然后有胶带啊，然后我的印章，跟那个就是双面，是痘痘彩贴吗？就是双面胶，是我一个，这是最近呢找到的一个非常非常令我怀念的东西，就是我的小时候的电动，哎，真的很久了，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这一台了，然后是最近在我弟那边发现到的，然后这个。手机壳呢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香港的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然后他是做那个 BT21 的手机壳，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舍不得就是拿来用，这样我就把它放在这边。然后这个呢是我在去年呢圣诞节呢抽到的交换礼物，没错 ，OK， 好，然后这边呢后面这边呢我放了我历年来的一些手账，对，我就是放在这边，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呢，这一本呢是我现在写的手账，对，那我之后呢会拍手账分享给大家 ，OK。再来是这个有个透明盒子呢，是我放一些我的手账素材的盒子，然后这边呢有一些浮现的，就是我买的周边的照片，对，好，然后就是我的之前印的一些。拍立得的照片啊什么的，我都会把它放在这边。然后还有我的一个铅笔盒，是放我所有的荧光笔，会不会很夸张啊？然后这铅笔盒是在大创买的，红鹤系列。再来是我的隐形眼镜，眼镜盒。然后这个是熊熊好朋友的那个耳机，我觉得超可爱的，我很喜欢。然后我都没有拿出来使用，对。然后呢，还有那个我就是我的离子夹。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我相机的东西，就是。读卡机啊，然后下面还有那个图钉，对 ，OK。介绍完了，换另外一个柜子。这个柜子呢是放一些生理用品，然后像卫生纸、发卷，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就是因为我的头发很容易出油，然后就是总是会油油的，然后我就是会用这个湿纸巾呢来让我的头发比较干燥一点，就是不会看起来那么湿。然后冷气的遥控器，然后上面呢这边呢有放一个在大创买的镜子，大镜子 ，OK。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笔筒，对，然后我的零钱包啊什么的钱包，然后还有一个没有在用的笔盒，铅笔盒。好，再来下面这一盒呢是我放一些这是我昨天买的那个不锈钢的吸管的那个就是。可以清洁用的东西，超乱的。然后这边有那个，就是这个是在大创买的那个独角兽的那个手机壳，对，软壳。然后我之前印的一些 XO 的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梳子，然后那个是扇子，然后一些照片啊、明信片啊，我都会收藏在这边。对，这个蛮乱的，我没有什么在整理 ，OK。好，对，
然后呢，旁边这边呢，书桌呢，我挂了一个挂钩，然后这个挂钩就是挂我家的铁门的钥匙。那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书桌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没错，那我之后呢，下一部影片呢，跟大家偷偷预告，就是我下一部影片就是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墙上有什么，希望大家多多期待啦。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别忘了帮我按一个喜欢，然后想继续看完影片的话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在这边，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